欢迎收看新闻英语解析。的时间呢、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啊，是专门针对于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来加以分析剖析。啊，那么特别是国人所关注的啊焦点议题，啊，国内大家所关注的，那么从英文的观点，一方面呢可以提升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再一方面也更能够掌握国内外重要局势。好的，现在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新闻标题是什么啊？UN raised alarm on Taliban crackdown on peaceful protest Sunday, September 12th, 2021. 好，那么这个是昨天的这个、啊、最新的报道，来自于台北 News, 台北 Times。 好，那么这个标题是什么？我来看一下、啊、UN、啊、就 United Nations、啊、就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联合国 United Nations、啊、raise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raise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叫做提高啊，但是它也可以叫做啊，这个啊啊，这个往上的提高或、啊、这个增加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说啊，饲养，饲养这个宠物哈、啊，饲养，或者是募款，所以它这个意思非常多啊，募款啊，也可以叫做提高、增加、饲养、募款。raise 提高，像我们这样讲加薪水、啊、叫 raise salary， raise 提高增加、啊、增加 raise。 好，所以联合国呢、啊、这个当然是提高，这个是当然，这个是指提，把什么东西提升出来，就提出了、啊、提出了一个 alarm 叫警告，这个是名词动词、啊、我们这个讲了很多次，警报、啊、警告或者警报，那当然如果是警报的话是名词啊，警告就发出警告是动词啊。那这个地方啊，提出一个名，这个地方是指名词的警报啊，就提出一个警告了。那么对谁提出警告？用 on 啊，用 on 来加对象， on Taliban 啊，就是塔利班呢 啊。那么现在塔利班已经完全掌控整个啊这个阿富汗的局啊，这个整个啊局势了啊，已经整个掌权了。啊，那到底接着下来发生什么情况呢？为什么这个联合国呢提出了警告呢？好，我们看一下 ，crackdown 这个字我们上次讲过，名词叫取，这个所谓的镇压，这个字常看到哈，镇压，或者叫做我们民主国家叫取缔，啊，像现在很多都在取缔的哈，取缔这个哈，这个群聚的或怎么样哈，啊，这个啊，在民主国家来讲叫取缔啊。那么在这个非民主国我们叫可能啊叫镇压啊，那么在集权的地方我们叫镇压啊 crackdown。 那么这个 Taliban crackdown on peaceful， 对这个和平的，这是一个形容词， peaceful 和平的 protest 叫抗议行动加以镇压啊。好，那么这整个镇压的活动已经啊让联合国呢啊看不下去，发出一个警告啊，警告啊。那我们看一下整个内容为什么会这个联合国会发出这样的警告呢？我们看一下 APAP， 我们上次讲 Associated， 这个叫跟什么有关联的啊、哦？关联 Associated Press， 这个就是美联社了 ，Press P R E S S 就是所谓的啊、新闻啊、这个新闻啊报社，这个美联社啊。那么美联社在 Cap。啊，喀布尔啊，喀布尔啊，喀布尔就是喀布尔啊，就是阿富汗首都，发出这样的一篇报道啊。他说，我们看一下哈 ，The UN 啊 ，on Friday saw 呢啊，那么联合国呢在礼拜五啊，那当然是啊是上个礼拜五啊，上个礼拜，那上个礼拜五我们那时候啊，刚好面临着这个台风啊，这个灿树台风来袭的时候，我们报道过啊。那是那时候，我们就又把现在我们又把那个焦点又移到国外去啊，因为掌握国内外重要局势非常重要。好，所以
这个联合国这礼拜五呢 ，sow 的这个是当动词，这个我们这个国中学过叫 sow 的，比如说 it sounds great， 哎 ，it sounds great， 这个听起来好像不错，这件 the news sounds great， 这个消息听起来不错啊 ，sounds great， 它是一个连缀动词，啊，但是这个地方呢，不叫听起来，叫做发出声响。发出什么什么声音啊？发出 alarm 警告了，就像我们这样子，那个警声哦咦哦咦哦一直响啊，发出那个警哦哟哟啊警报声，或者是那个哈汽车呢防盗铃哔哔哔一直响啊，发出警报，而且 sound alarm 好 over 对于什么？对于什么？好像 over 经常使用啊，对于什么事情啊发出这个啊事件啊 over Taliban's。Crackdowns 啊，哎，这个地方还加了个 s， 啊，特别强调呢，很多哈、啊，很多，所以 crackdowns on， 那么在什么呢？啊，那么 crackdown 这个是这个名词后面那个这个取缔哈、啊，正要后面要加一个 on 啊，对象，对什么呢 ？Peaceful protest， 对这种和平的抗议者 ，many of them， 这边指的这个 them 就是指这些哈、啊、抗议者，他们中有很多人啊，叫 many of them。啊，那么是由什么组成 ？By， 就是这些抗议者里面的成分有伴，很多是什么 ？Women， 女士啊，所以他们的女士呢，哎，也非常勇敢哦，敢在这个哈、啊、塔利班的这个执政下哈、啊、站出来，这不容易的啊。我们看一下 ，By women 啊，因为他们是很多的权利都没有，很多权利没有啊。By women， 好，那么这个女士呢，这女士是 demanded 要求了，要求什么呢？啊，他们要求这个啊，因为这个 by 后面要加动名词啊 ，by， 啊 ，by 加动名词啊，即啊这个要求 demand 啊，当然这个字啊 demand 我们这个它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动词就是要求了，啊、名词是指啊这个需求，就什么供需那个啊需求，啊供给叫做 supply。需求就是 demand 啊，以前画那供需曲线啊，在经济学里面供需曲线那个 supply 跟这个 demand。好，那么这个要求啊，那它这个有一个动词的用法叫要求 demand 什么人用 for 加人，再加去做什么事情 ？To do something 啊 ，my teacher 啊 demand for me to study hard， 要求我好好读书用功啊。The man for 什么人 to 加原型，好，要求 equal 平等的是一个形容词，平等的啊，平等的 right， 这个 right 不是对啊，加了 s 叫权利啊，要求要有对等的权利，而且呢 journalist 就除了这个他这个里面的成分里面包括这个抗议的成分里面包括这个女士之外呢啊 women 啊之外，还有这个 journalist 记者 journalist。这些记者是怎么样 ？Covering， 注意这个啊、这个 cover 这个字本来是指当动词，叫做啊覆盖，把什么事情覆盖，所以我们这个加变成 uncover， 就是把事情给什么掀开，就揭露、揭发什么事情，叫 uncover， 就是 expose 啊啊。那么这个地方 cover 是指覆盖，但是呢，它还另一个意思叫报道，哦，非常重要。记者的报道会用 cover 把涵盖住报道什么事情啊 ？Such event， 如此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专门在报道这个有关于这个抗议行动啊。Such event， 而且通常我们这边是复数的话，我们就是用 such 来修饰这个复数名词的 such events 啊事情。那么 in one case， 在其中有一个案例里面 ，in one case 啊一个案例 ，two Afghan video 有两个阿富汗的 video journalist 这个哈。啊记者啊，那么这个记者，那记者我们通常有两个想法，一个叫 journalist， 还有一个叫 reporter。我记得国一的时候学的是这个字 reporter。啊，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一点小不同，就是 reporter 是专门讲采访记者，就是到外面拿个麦克风到处采访啊，这个叫啊在外采访的一个记者。Journalist 通常是指全涵盖比较范围很广，包括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啊，什么啊采访，通通在里面的叫 journalist 啊。所以
那么报社的我们也包含在 journalist 里面，所以这个特别注意这个。那 reporter 是专门是采访电视台采访记者 reporter 啊。好，那么这些记者呢 were beaten 被打了，糟糕 ，were beaten 啊。那这个 beat 这个字的三态特别注意一下 ，be beaten。啊，那以前有一个歌手 Michael Jackson 唱一首 beat it 啊。这个 beaten 啊，打，那么他是被打啊，那么用什么所打 ？Iron rod，iron 这个是名词，就是铁，哇，非常可怕，铁啊，那么它也可以叫做熨斗啊，就是我们，所以它动词叫熨烫啊，可以叫熨烫啊，就是我们拿那个熨斗下去熨烫烫衣服那个啊，叫这个 iron 啊。那么后面那个 rod 啊 ，rods 呢就是棍子 ，rods 或者棒，棍棒 ，rods， 但是呢它是指那种细长条的，所以有时候有些时候什么这个枝啊或藤条啊，就是很长的细长型的这种棍子，所以它是拿那种细长型的这个铁条在打，哎呀天哪，很可怕。那这个打下去的话，如果打头的话，就马上就头。这个皮开肉绽，尤其是整个身体，这个打下去的话，铁条。以前我们记得以前有体罚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是拿藤条在打，那藤条在打就已经不得了了，一条一条。如果再拿这个 iron 铁条打下去的话，那这不敢想象，非常可怕啊。所以说这个记者呢是被打啊，这个摄影记者叫 video journalist， 摄影记者被打。用铁条下去打。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叫 Taggy Darby， Taggy Darby 啊，那当然是也是一个记者了啊， Taggy Darby 啊。那么这个记者呢，他说了 ，He had an colleague 啊，他跟一个 colleague 这个字呢就是 coworker。那什么叫 coworker 呢？就是同事。因为这个字里面有一个叫 LEAG，League 这个字是联盟的意思，联盟，大联盟就是 League 啊，联盟。那 Core 通常 CO 都有带有共同的意思啊，共同。如果你有看这个我这个传上去的有些这个有这个单字记法，单字记法里面就告诉你这个字首 CO 或 COL 这些都是属于共同，像有一个叫。Corporate 呢就是合作 ，corporate 共同大家一起来，所以这，同事同一个联盟全部都一起来，共同的意思共同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呢叫做跟一个同事呢 ，were covering 正在 covering 报道一个 protest 一个抗议，这抗议的 earlier 稍早在这个礼拜稍早，那可能是在礼拜五以前呢。几天前在这个报道发生这个事件那么这个礼拜呢那么他是报道什么呢？是有一个women 妇女呢 demanding 要求他们的 right 他们的权利来自于什么样的权利呢？来自于 Afghanistan 这个阿富汗的 new Taliban ruler 新的塔利班的统治者，这个 ruler 是统治者向他们要求一些权利比如说。是不是能够去上学啦，或者是有更多的权利可以享受一些这个工作上的一个平等对待等等，因为他们那边的这个这个女性呢是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好，那么包括你可能也不能穿得太过 fashion 或怎么样所以那边听说很多那个设计店或者这个沙龙啊、发廊啊这种店可能太 fashion 的可能。现在都已经关闭了不能开了。好，所以呢Taliban a fighter 这个塔利班的这个战士塔利班的战士呢 stopping， 那么阻止了 two journalists 两个新闻记者那 bound 非常可怕，这个 bound 是过去式那么他们是这个 bind 好，那么 bind 是绑的意思，绑。那 bind 包啊 ，bind 过去式过去分的 bound 绑
绑了他们的双手，双手被绑起来，而且呢 drag it， drag it 用拖的，拖拉，拖或者是拉啊， drag it， 把他们拖拉啊， away， 把拖走，拖到一个什么地方呢？哎，非常可怕， police station， 拖到警察局去， in Kabul District 3啊，在这个叫区哈、啊，第几区的啊？第三区哈、啊，卡布尔的这个第三区啊 ，Kabul 啊。那么 ，the 22-year-old 22岁的 photographer 啊 ，photographer 呢，这个是所谓的摄影记者啊，因为这个 photograph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啊摄影啊 ，photographer 呢就变成了摄影师啊，摄影记者啊，摄影师。那当然，这个地方是指摄影记者啊，22岁摄影记者呢 ，told reporter 啊，那么告诉这个记者什么意思呢？啊，告诉说什么呢 ？The first thing， 第一件事情呢，当时呢，他听到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那么 he heard in the station， 他在这个哈、啊、这个车站里面的听啊，那么在这个 in station 的车站里面听到的是什么 ？scream 尖叫了，可能有被打啊，尖叫。啊，被这个尖叫，好，来自一个 nearby room 附近的房间等等，所以呢，啊，很多的描述呢都表示呢人民可能啊处于这个非常啊啊这个被压迫的状态，以及呢可能这个整个的连报道啊很多报道都被封锁，所以联合国呢就发出了对这个塔利班发出了这个警告。那接下来各国会有什么反应？联合国会不会采取什么样的啊措施呢？啊，来这个啊的以及他们里面的这个内部的抗议到底会怎么样的演变？会啊趋啊这个紧张或者怎么样？啊，这个都是我们后续的持续观察。当然，我们也很庆幸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个非常啊自由民主的地方啊，所以现在反观一下就知道我们是多么的幸福了。好，当然也希望今天的影片如果对大家有帮助了，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以接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信息。期待下次新闻英语见面，谢谢。